十度，北极探险为期十几天，拉哈拉苦了绝对崩溃，三度讨厌。天后蔡依林和男友景荣这段姐弟恋交往五年至今，似乎都还没有结婚的打算。早前景荣和浙江卫视新生代主持人依依前往夏威夷出外景时，疑似传出暧昧，据传差点让他和九令的恋情告吹。但就在两个人重修旧好的此时，景荣竟然又被曝使用号称约炮神器的 APP 来找妹。根据最新一期周刊报道，一名女性读者向该周刊曝料，指出上个月16号，她正想找个陌生人出来一夜情，于是在知名网友软体Tinder 上面搜寻，后来看到一位名叫 Vivian 的混血帅哥，没想到点进去一看，发现这个 Vivian 居然就是天后的男友景荣 Vivian Dawson。 该读者表示自己是九令的粉丝，因此火冒三丈，觉得景荣怎么可以背着蔡依林约炮呢？经该周刊查证发现，要成为该软体的用户，必须要绑定个人的 Facebook， 而景荣的 Facebook 恰巧和女读者提供的全都吻合，就连照片顺序都一模一样。事实上，这并不是景荣第一次被传出在网络上交友。早前景荣也被曝经常邀约女生出来过夜，一名被邀过的女子还愤而公布景荣的手机号码，证实真的有被约过。这么爱玩的传言到底是真是假？景荣的经纪人只回应没听说过景荣有玩 Tinder 或交友软体，看来事实的真相只有景荣自己知道。 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